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会做一些关节的柔软体操，在练习的时候呢，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们可以调整动作的大跟小，做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就好。记得每一个关节的活动都是从你的肌肉开始带动，别忘了保持顺畅的呼吸，不憋气来练习。准备好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咯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肩膀的运动，那我们会用肩膀周边的肌肉来带动。做这个动作的练习呢，可以预防我们的五十肩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，先把两个肩膀轻轻的往上提，再往下放。我们再做几次，往上的时候吸气，放下来的时候吐气。接下来试着轻轻的绕圈，经过上面再往后，经过上面再往后，我们再做一圈，保持一样绕圈的动作。将你的手指头放在肩膀的上方，把两个手肘往中间靠近，一样经过上面再向后绕圈，经过上面再向后，最后一个。带上整个手臂往上，再往后，往上，再往后，最后一个。相同的动作，我们反边练习，从后面绕回来。等一下在做练习的时候呢，要记得都是从你的肌肉来带动你的关节。我们把肩胛骨稍微往内收，让身体再往前，再一圈。往上提，再放下来，向上，再向下，整个手臂，用背部帮忙一起往上，再往下，最后一个。接下来让双手摆在身体的两旁边，膝盖帮我保持微弯，两个手掌心打开往外，从你的手臂开始向外旋转。双手一起，同时吸气，把脚伸直，吐气，手反边盖回来，膝盖弯曲。吸气，打开双手，吐气，弯曲。每个吸气，感觉从你的胸口开始向外，手指尖带动你的手臂，带动我们的肩膀。最后一个，吸气。吐气，让膝盖保持弯曲，臀部微微的向后。我们把手放松，轻松的甩一甩，前后晃动。接下来我们要运用以式的动作，让手臂再绕得更大圈一点点。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，可以带上一点点的后仰，将膝盖伸直，两只手借我向前延伸，吸气往上到最高，经过刚刚的最远。吐一口气，膝盖弯曲，身体放松下来，再一圈往上，吐气下，最后一个上下，相反边，从后面绕回来，往前盖，再一回，最后一趟。将双手来到胸口的位置，手臂向前推，背往内收，臀部卷进来，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。感觉你的背再拱得多一点点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手掌心再往前推多一些些。接着我们让身体回到中间来，借给我你的脚咯，右脚向前，左脚向后。我们先练习一下脚的动作跟韵律，前方的脚弯曲，再往后，后方的脚弯曲，两边帮我轮流，同时要把重心往前送，再放回来，往前送，再放回来，最后一个。接着我们带上手，两只手往前伸，左手从你的右手手掌心摸过来，经过手臂来到肩膀，再交换滑过去。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做手小小的，熟练之后我们要带上身体跟脚咯。往前送，重心向前，右脚弯，打开右手，
往后左脚弯，打开左手，两边帮我轮流前后前后。手的高度可以大概在肩膀的高度，试着带上脖子，头跟着一起向后方扭转。我们的肩膀跟脖子的酸紧度是有关联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不只是肩膀紧绷，你可能是脖子很酸紧，而连带下来带动到肩膀也跟着酸酸的。手的高度帮我慢慢向上来到 V 字形的位置，记得脚的动作都没有停留哦。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让双手往上来到最高，吐一口气，手放松下来，上下甩一甩。接着我们换边出发，所以脚的动作也是一样，交换，左脚弯，右脚弯，有点点像荡秋千的感觉，帮我摆动，让手夹进来咯，右手先摸，身体摆荡过来，再换过去，往前膝盖弯，往后重心换，前后前后前后。我们在移动手臂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有一个角度特别的酸，特别的紧，或者是它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换过来。那么做到那个角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点，只要不是痛的，酸酸紧紧的，我们都可以慢慢的经过它。一样帮我向上带，来到 V 字形的位置。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手放松，吐气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。我们做左右两边侧腰的伸展，让你的左手帮忙拉着你的右手向上提，让身体弯向左，感觉你的手臂再往斜上方延展多一点点。回到中间，相反另外一边一样往上提，再换过来。相同的动作，我们要加上脚咯，首先帮我放下来，右脚交叉跨过来放在左脚的前方，脚背向下。如果你觉得脚背会有点痛的人，你也可以用脚趾头踩着，手臂向上提，左手带拉高，身体再弯过来。这个侧面的伸展呢，除了你的手臂之外，会连带到你整个侧腰，我们的脊椎都会跟着一起伸展。将身体慢慢回到中间，手跟脚帮我交换，交叉，双手上，右手拉，身体带向右边，臀部微微的向左。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回到中间来，手帮我放下来。接着我们要伸展一下肩膀的动作，我们会让两只手轮流，先把手呢放在身体的后方，将右手弯曲，试试看它上来的高度可以在哪里，也许只有一点点到腰部，或者是上来一点点，手指尖也许可以摸到你的肩胛骨。来到你的最高之后，左手帮忙从底下，你先找到手臂，再找到手肘，慢慢的走过来，让左手帮忙轻轻的向上推，停留在你可以的位置，也许有一点点酸酸紧紧的，但停留的时候千万不要憋气，试着让手再往上推，同时把胸口打开，微微的抬头看向上面。如果觉得很酸紧，随时可以调整手的高度。那要下来的时候呢，不要突然的放下来哦，先把下方的手轻轻的放开，怎么去怎么回来，让右手轻轻的放下来，手前后动一动，肩膀上下活动一下。相反边一样，先弯曲伸直，感觉一下手，有可能两边的弧度会差的有一点点多，我们可以先从小的
再慢慢往上爬，来到你的最高，让右手帮忙沿着手臂走向你的手肘，向上推。来到目前的最高了，把胸口再打开，一点点的抬头。停留的时间，如果你觉得手还有空间的话，底下的手再帮忙，再推多一点点。记得每一次移动的弧度都不要太多，感觉一下肩膀。好，下巴微收，手轻轻的放下来，再把左手轻轻的放松，一样肩膀上下动一动，手前后动一动。最后我们做一个弓箭步的手臂，小小的弓箭步就好，右膝盖弯曲，左脚伸直，双手帮我向前推，把左手经过上面，再往后绕，往前的时候吐气，同时膝盖弯，往上，再往后，绕手臂的同时，你感觉一下，现在我们的肩膀、我们的手臂跟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可能变得比较松了。弧度也可以绕得比较大了。我们做最后一个，手放松，前后交换，左膝盖微弯，右脚伸直，双手向前推，右手经过最高，再往后，往前，再往后，手臂绕圈的同时，别忘了你的眼睛，我们的视线跟着我们的手看出去。最后一次，让双手向上，带着身体回到中间来，两只手向后绕大圈，把肩胛骨往内收，胸口打开，双手扣在一起，让身体轻松的向左、向右、向左、向右，同时我们的手也可以互相帮忙，拉到右边的时候，右手稍微用一下力，左边就左手用力，左右活动一下。接着我们让身体小小的前弯，膝盖保持弯曲就好，上半身向前，双手尽量向上，肩膀脖子放松，摇摇头，点点头，手再往上提高一点点，再将手臂放松下来，让身体慢慢回到中间，双手往上提高，吸气，吐气，放松手臂，再做一个向上向下，接着我们只动右手，一个刻度一个刻度的往上，慢慢的就好，经过中间，经过斜上方，正上方稍微停留，将手臂慢慢的放下来。相反，另外一边，左手从底下经过斜下一半，上面到最高，再慢慢的放下来。最后，双手一起从最低斜下。一半 V 字形到最高，吐一口气，手臂放松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筋骨比较柔软了呢？如果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把完整的练习都做完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一天做一个或是两个动作也可以。持续的练习就能让身体更加的柔软，更加的筋骨放松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